前抗力全程参与哈，帮我们把道具通通带过去。还有我们的小老师，你的那个小圆跟李玲，还有朱梦，然后还有我们大老师就小朱啊，然后公二哥啊，然后都会互相支援。比如说我累的时候，他们就会跳出来，有没有？然后站在前面帮忙看，然后互相就会觉得说，让他们看到说，哎，我们军队其实，怎么办了？还要讲一专业，我们都那么大，不是？看着大家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大家都长大了，对。那所以也学会了照顾自己，也学会了照顾别人了，那发挥我们救国团的传统的精神。身体健康很重要，对。然后第二点也没有，第二点就是还是跟青山大哥讲的一样，就是在疫情期间要好好照顾自己这样子。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就冲下去了。我冲下去的时候，那个火花已经冒出来了。那个还好我当过那个内部的那个教育训练的讲师，而我们那个消防演习，我们都受过训练。我马上就记起来我学过的东西了。我帮你这个部分，那我要怎么给？不是。应该要给你，你要感觉我很认真努力，然后我比原来瘦了一公斤，你有成果，送你一个礼物奖励你，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对不对？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是啊，虽然我太过分了，不会。所以我希望的是这个方式哈，我们还是会有给啊，但是怎么给的方式就是那个，但是我发现我下去之后，他们年纪都还蛮大的。他们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因为他们可能接触到很多的你自己适合的时间，上午到晚上都可以。那因为设备也会有一个晚上的设备嘛，什么照明设备那些的，所以你们只要是在你的时间里面去。那他的重点在于你到那个点，就是要看他有没有需要维护的地方。那只要说是让运动者他是安全的，那他有任何所谓要维护的地方，你就是报上去给那个市政府单位，然后他们会派人去做进一步的那个修复。我是第一次接触到，我觉得蛮特别的。好，谢谢。好，他有120个场，然后你看你要去哪里，然后再来呢？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在希望我们的志工能够跨不同的领域去学不同的东西。那刚刚讲说，如果参加这个的部分呢，那个证照一定要开出来。六七月活动，那个我们的会长呢很厉害，又接了一场新品的那个里长这边的活动。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开始的日期也是六月18号到8月7号，每个礼拜六